那我春夏秋冬一年四季我都要拥抱，因为油真的太好用了。它除了可以就是当作是脸部身体之外，还有它可以拿来就是让你比较受损干燥的头发，油也可以抹在你的发尾，还可以抹在你的指缘，有没有比较干燥的地方，还有有没有特别我们是手肘膝盖脚底的地方比较干燥的地方，甚至你知道连椰子油你都可以拿来用喝的。你说油是不是真的从头用到尾？而且我很推荐，就是因为其实像我们去角质不是会有就是帮助皮肤做一个代谢的功能吗？可是如果你是比较像现在秋冬，如果你是比较干性肌肤或是比较敏感性肌肤的人，因为你不能去做去角质嘛，太刺激了，所以这时候我反而很建议，可能你是干性或敏感性肌肤，你可以用油去做按摩，因为油它可以做到一个皮肤一个代谢的一个效果。你看，你不用去角质，可是你也可以让你的皮肤有没有去除那些老废角质，可以让你皮肤看起来更亮，而且更有润泽感。身体保养，当然我觉得第一个我一定要挑选一样，虽然是冬天，可是我喜欢挑选比较清爽一点的。可是如果我今天的油它可能是滋润度比较高的，我喜欢跟我的乳液是搭配在一起。我喜欢乳液，然后再加油，这样涂上去之后，你会发现它的润泽效果也非常好。